了。他竟然三星，我以为他是一二星。你们怕？水啊，跟雷啊，选一个啊。水跟雷啊。嗯，没泥巴怕雷啊，有泥巴怕水啊。你妹都不跟我聊天，为什么要跟你聊天？他是我的粉丝哎，粉丝哎。哦，速度打击虫，威力打击虫，要的东西不要吗？那就是水袋就好了。速度型打击筒力量才 level 4欸，难怪少20。对啊，应该把那些虫全部卖掉吧，不然就把它，你能退吗？可以卖掉，不能退。哦，好吧，卖掉好了，占空间。对啊，我已经把多余的虫全卖了，只留下现在你们推荐的虫跟那一只贝西摩斯的虫。贝西哦。哎、欸、啊，吃饭对虫有效吗？没有啊，所以我都吃防御大、啊。KO 树那些也没有效、啊。没有。所以靠，虫怎么这么任性？很强好吗？它唯一吃就是我们的体力回血而已，吃了我们会回血。那个克制那边全部克回血是不是？对啊。好，只准回血，你克其他会被笑。我还想说要不要克防御，我已经克两等回血了，想说克到三等会不会太多？不会啊，爽吸耶、欸。好。有没有那么惨？笛子范围这么短哦。我听。哎，顺便打咬鱼。哦。你猫不是很强、哦？拍一下，死三只。哎、欸，属性的真的好痛哦！刚刚无鼠的才打20，现在属性的已经打到40，不重要。一次吃两个白色，或是一次吃两个红色，是会让我的那个比较久。没有啊，啊，就是一个普通白色的效果，只是它可以同时吃两边而已。对，好，想野太美，嘣，怎么才39？你现在是什么属性啊？雷啊！啊，现在你身上有泥巴，睡着了。他现在上泥巴，他不怕雷啊？咦，我看，怎么了？你怎么把他打死了？
有啊，他怕雷啊。哦，泥泞状态是靠腰，我没看到后面的框。我不是刚跟你讲说泥巴状态怕的是水？我听反了嘛？嗯，对不起嘛。看，你明明就知道拿水球罐可以打掉他身上的泥。我知道啊。啊，对啊。对不起嘛。还敢笑我？我没有笑你。帮你吹这个，导虫最终强化膏药，有了巨魔应该蛮有效的。不用啊，现在大家都那么高了。看一下哦，开始安安，叶子雨安安，蔡依蕾安安。林香玲安安，乔治安安，易安安，小智安安，雨婷，哎呦，雨婷安安，森安安安，这什么啊？怎么念？一个心一个金。我去 Google 看看。没事没事。发布更新中，稍后再登录。新等一下，新泉安安，雨辰安安，静红安安，小马安安，对啊，现在就等啊！你们 PS 四的可以先等吧，我们还没不是吗？等啥？那个啊，金狮子跟碎龙啊，哦，嗯、无脑的两只，无脑，我说无聊，哦，你不会想打、哦，是会想打啦，但是没什么想要打新龙啊，那算是，但是就是力战王的感觉，就觉得还好，那两只就是。地藏王等级的金狮子跟，那、啊、今天只有王凯越不想转了，对啊，他之后好像会补吧，他全程愤怒完全不能撞墙，那就拿超虫棍打而已啊，没错，哎各位发现啊，不够，够啦，四个哎、欸，超多的，我靠，超多的，我在做猎虫啊，等我一下，我在培养他。嗯，我怕是升上去，我的药的猎虫素材不够啊。古龙的血而已吧。怎么挑？对啊，这还好。今天应该开，今天应该十一点就关了吧？想睡觉。PC 也同步，PC 不是要。之后吗？没有吧，之后了吧？对啊，那是 PC 之后同步的啊。PC 三月不是万福祭吗？那个今天更新的是 PS 的、啊。那、啊、我看到它是 PS 的那个更新，然后对啊，名次武器跟玉狼龙，然后等到同步之后再把 PC 的那些掉宝几率降低，有没有调回来？一堆人都说 ，PC 不是掉宝几率太高了。对啊。欸，我今天看了一下，好像是到冰原才能三个七耶，所以我们现在根本不能三个七啊。我三个七啦、啊。你三个七了？我骗你干嘛？要不要赌？那为什么我升不上去？我昨天就在那边微调，我想说打荒地打一打快七了，结果我的那个。就降珊瑚就降下来，然后就去跑去打珊瑚的那个水妖鸟啊，荒地又给我降下来，然后干到底是怎样？好猛哦！你有挂台吗？哦，我，然后我的现在是17717，我在想是不是那时候是那个古代树跟。
胀气的经验有多一些些，所以他在那边扣。可能哦。对啊，我感觉三个七已经是极限了、欸，我的啦，目前。说不定因为你打的力量比我多，你还有三个七。21、21、21、22、23。二三，所以我现在二三里面就只可以四个五，一个三，就我们比较赶。如果三月开放巨魔冰原，也最多三个七，哼。所以我现在是卡 bug 了。嗯，没有，我觉得就是刷的多，力战三星。就升上去，来啊，不然打只能打巨魔了、啊。而且听说古锤龙的调查悬赏单被修改掉了。啊，我的悬赏单不能撕了。不能了，刚刚才去别人的台那边讲说悬赏单的东西，他说那已经改掉了。我说干嘛这要改？都挖真的很都是挖掉一些无聊的不想打的魔物，改个这干嘛？对啊，又不是挖古锤龙出来。哎呀，默默跑去巨魔哎、欸！那所以没有干嘛，我们就去巨魔玩啊。巨魔啊，好啊，节操。去玩一下嘞。啊？说你先去玩啊，我还在做猎宠啊。哦，那节操我进来喽。跟变装备。哎、欸，节操。龙源七了没啊？我七很久了。好，我要打力战暴力，然后我还要力战猛牛。为什么啊？力战的巨角对不对？对啊。我昨天才打掉。我猛牛只剩一头了。欸，猛牛的好少哦。我要看一下我有没有猛牛。我看一下。反正等到冰原出来，我再把荒地解除掉，参加取回区域内。我就两头猛牛，超少啊！等我来再叫啊！你们先去打。我们可以先打，不要让他拿。别打，不要叫啊！我要去 Google 看看，巨魔之地猛牛龙，看看会找到什么。巨魔之地猛，欸，真的有关键字欸？没有欸，几率问题。然后说怎么出来都是猛牛龙啊，很烦欸。我说好好哦。那个猛牛龙真的很鸡掰。哦，那以后看到猛牛龙经过就打他了。说不定是健美防具的外观。哦，那也不错。那是两头金狮子的任务啊。嗯，那是外观还是装备啊？外观，还有装备也有。嗯。我来啦！欸，真的欸，拔光光有伤害欸。我想说，怎么那时候 Nice 会被我炸死？噔！嗯？健美目前是装备没有外观啊？是装备？我记得是装备啊。抱歉，我以为它是外观。我想说又被纠正了，好吧，我记错了。加一不？
买背的速度型切割哪个点？那先打啥？都可以啊，随便打，反正现在就是有什么打什么啊。这样累积起来才能让巨魔更高等啊，是吧？那我打别的啦，我想要升修的。可以啊。对，我的龙岩都七，为什么的萤火还是不是离战？你大声一点。我说我的龙岩都七，为什么我的萤火还不是离战？萤火？对啊。什么萤火？萤火啊！龙岩哦，萤火龙哦。对啊，萤火龙力战不是要珊瑚吗？珊瑚啦，哦好。对啊，你的金火是熔岩，没错，萤火不是。哦、可是它怎么出现在熔岩？它也会在熔岩 啊, 啊，就跟金狮子会在全地带，可是只有熔岩才会有力战啊。哦，对啊。我来找一下荒地，黑角。好、哦，最后一只虫做好，我就去拿了。好、哦，猎虫不能回复上一栋，真的很讨厌。我刚按错，对啊，把它删掉。吃错了，随便。嗯。一个会超大型核爆，一个会如来神掌，加上完全不会解怒，就如来神掌、啊，另外一个就欧拉欧拉，欧拉欧拉欧拉，压路车了，没错，罗多罗拉的，原来是迪奥啊，闻到猫车的味道。嗯。好、啊。他那个动作真的很像，就是我看到他了。撞吗？我来啊！我要等他啊。来了，我来参加任务了。等一下，嗯，喂，怎么了吗？跑掉了。对啊，等一下啊、哦，我突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哎、欸、，Apple 变回来了、欸，变回来了，活动结束了。那我可以买 Apple 外观了吗？买暴君啊！干了，我才不要买暴君，我要买那个科技宅啊，科技宅、啊。可是有要卖啊？还没卖吗？还是不会卖、欸？因为刚出活动的时候，我就没看到他有卖了。对啊，不是啊，我以为是活动结束他才会开卖啊。我再看。啊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还没好。而且魔物现在在特价、啊欸，特价、啊，哎、欸，没卖、欸。嗯。看机车、欸，他这个不让我、欸，没有嘛？他会蹲三次，他会蹲三次。我知道啊。好了，很棒。这么多，我想说这么多话，早该晕了吧？没有不屈了吧？还在那边。我们不屈回来了。
不是哦，只有我不去回来哦。啊，对。嗯，怎么那么薄？好啊，哦，吓死我！我以为你死了。是，我也是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啊，白痴啊！第一次 buff 没吹，然后想说冲他小，等一下哦。先左键。蒙牛龙怕啥？这样子。忘了。这样子。你看电脑脾气。卖北七，卖北七，卖北七，卖北七哟！我在帐篷里哦，走出来看一下。你为什么问蒙牛龙怕什么？有蒙牛龙啊？对啊，我没有要打蒙牛龙，好抱歉。我一心想打蒙牛龙。来了黑角龙，阿比，我知道。哎、欸，他这里没有晕过，可以撞。哇哇哇！可以的。有有破。有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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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叫落死的。我鸟龙总这样解析完毕。我的鸟龙总解析完毕了，他不会破坏吧？对啊，干一个头部吧。哇！哦，干这很恐怖哎、欸，可以让我吹个笛子吗？给酒，给。卡表。我爽没？我爽没？晕的哈！哇靠，我吃魔法才晕呢、欸。哦，八十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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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对？八十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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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十八。我不是防御七吗？啊，我撞我那么痛，还是会痛啊？差不多啊，你这哪叫痛啊？我还穿。不动一抓哎、欸！你这哪叫痛啊？你知道什么叫痛吗？我以为是痒痒的。八十八，八十八，八十八，八十八。我打不是弱点，有七十一，好爽、喔。对啊，我跟你讲了吼，虫子用过就回不去了。开心哎、欸，你们这群淫荡仔！什么淫荡仔？我这样才能补你们，又可以有输出，好吗？我这是合理使用哎、欸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哎呦，怎么冲上来了？看。精灵王加护启动，我这样还能叠加护吗？我都加护七了，不行啊！啊，我跟那个要啊，对啊，啊，你刚刚有精灵加护也被打中痛哦，没发动啊，那个是几率发动啊，哦，哎、欸，我发动了。我又转动了。哎、欸，那我帮你吹这个，你试试看。属性 up 看看啊。那有应该吧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 up 八十，没有弱点就八十三了。你帮我软化一下好不好？好好，投嘛，来。走。打，哎、欸，我重置他。哎、欸，没有差哎、欸，八十八。哦，那就是头有没有软就八十三了，因为两只脚都爆了。对，翅膀还是七十一，那没差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了，没差、啊，不缺黑脚材料，送你啊，送你啊，送你啊。嗨、今天王家户是不是坏掉了？坏掉了，跟着这次的活动一起坏。有可能。哦。麻辣，捡个核桃你要生气？有，我尽量在输出了。
还小。别逼我拿棍子哦！也可以撞。好了。我虫吃石头，我的虫的时间会重置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没有这样子吃。好。啊，我只记得奈斯有说，石头的品质会影响持续时间。有啊。没关系，我强化持续三等，不怕。可。你是不是在吃饭？啊？我说那只龙。是，他看起来很饿。我靠，这么难跳！我是超虫棍呢，跳不上去。金龙加护有发动了，好感动。哎、欸，没发动，没发动。不跟你连续发动怎么样？你是虫棍之耻啊！好啦，问一下啦。哎、欸，怎么这边没毛？我那边没毛。毛。就你在开车，开我又没开车，这只龙没有毛啊，还全黑。注意它的毛在其他地方啊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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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普攻才十六滴，我不如叫虫咬。哇，虫有没有吃东西差好多哦，33跟80的差别。是啊。啊！对不起。没事。睡觉。叫你睡，叫你睡，叫你睡。壁咚开始。可以装。好，捡石头。哦，那不是石头，那是石，看错了。我的天！不会吧？啊，没事。敢不敢不要抓呢？他不抓，他就不是。好，你撞，你撞，你撞。有。哎、欸。哎、欸。啊。你不要太过分哦。你不要太过分哦！你不要太过分哦！哇塞，这个是拥有阅读能力的黑角龙哎，有可能他读回眼哎，没有，那个叫做伊耶纳米，对，伊奇纳米，我先，他可以改变，他可以改变呢，就是黑角龙能力有点强，伊耶纳奇啊。啊！又是我，你有吗？完全不给机会了。没事没事，我在傻了。我晕了。